小兄弟，小心乱箭，别过去啊！大人，这人很面熟啊。是赵校尉，他还活着，快让他进来。这人是西凉军，我们刚才救过他。西凉狗，不能好死，我走鬼也不放过你。不重颜面，是非分明，有趣的小子。大哥。 你不怕被骗吗？忘了敌人给三弟的评语吗？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。你看，他准备发出警告了。姓赵的，报上名来。来。 后面是焚城大火呀，所以它是叫赵火吗？我看它是在指上面的天吧。那么是赵天，还是叫？